山地震。就是。好，西山地震。是这地震吗？对。嗯，好好，是这地震，好，好。来，你把它放那。啥看这村？可可西里，中国境内最后的原始荒原，平均海拔4700米。噶玛巴切罗，这里是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。85年以后，盗猎者开始大规模屠杀藏羚羊，以满足欧美市场对于藏羚羊绒的需求。短短几年时间，藏羚羊从100万只锐减至不足1万只。93年，当地政府组建了一支武装巡山队，领导人是藏族转业军官日泰。巡山队和盗猎分子发生激战，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。97年冬，巡山队员强巴在执行巡山任务时被杀害，报社紧急委派我赴青海采访。这太干了，我的。抓紧吃。我就是日泰，我想采访你们。咋说？啊？介绍信。
我是北京来的记者。对不起，我没时间。请等等。听说您正在筹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，我是为这件事来的。你等我。等。嗯。怪侄子。呀，哎，你好，你把包给我，跟我走吧。吴光木，上我吃吃去。哎呀。是，杨晶。你是他女儿吧？是。你在看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一些资料。速吧。刘栋呢？吃肉。这你弄的。你听得懂藏语？阿爸婆婆人。我们藏族吃肉，刀口对着自己。
来吃了。我们每次进山都要在这里设卡。能拦到盗猎分子吗？不一定。这里是离藏獒成高区最近的地方，他们经常在这经过。你们从哪来的？乌达拉工地。到哪去啊？格尔木。我们是西北雇佣巡查队的，要对你们进行检查。小郑，有没有带皮子？没有。来吧。这是什么？棉花呢？再说一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藏獒羊绒。走，上去吧。怎么处理它？放了呗。这个路上，帮盗猎分子带藏獒羊绒的人太多了。我们只能没收，没权利抓人。北京深究你妈的啊，一个送一个咋你要我就把鞋子给抓清帮你人的啊。来来坐这。往右一走上这。哎呀等了一句啊，真能够了一句。好走姐姐。好呀哥。再看看给刚你一点。这是什么国际的。前半桌子的。我还给你交替吧。不是是的。那就到时去吧。Yeah, yeah, yeah.
多拉呀呀，美扎多哟，索那呀多拉呀，索那呀多拉呀呀，美扎多哟，索那呀多拉呀。高威那那绝对高不休呀啦，高威那那绝对高不休呀啦，索那呀多拉呀呀，美扎多哟，索那呀。就他一个人，就是住三年了，阿王在，盗猎都不敢过来。一个人住三年，确实没办法，我们人不够。都是藏羚羊，怕说死去。啊！过来！哎，过来！啊！过来！过来！过来！老队长，听话点，站住点，老队长。大英都见了没有？见了。纠正。不知道。你见了没有？见了。几个？不知道。再不收，他收了。你凭什么收拾？瞧一瞧，我们趴在床上没看清啊。天太黑了，我们啥都没看见。你们有捕捞证吗？没有。法官，
每年我们金山都要埋葬一万多的藏羚羊。没有。就是他们。刚过去，不知道过半天。上车。
내팀준비上。 산나락 따태 没救了 大家都马上。 아빠노주이가你叫什么名字 마르 哪来的 多大了？24。你打过杨子了？阿爸呢？我瞒你白面红，瞒你白面红。 把俘虏带走吧。 马哲林，你这次咋说？你给我几个皮大衣嘛！我现在领着受不了了嘛！你们的老板呢？他们给我们找着的八匹子嘛！你给我老实点！我也现在是这个。别说话的。我不是枪手。你枪手？我不是枪手。马哲林，我司机。谁枪手？我不知道。谁枪手？你枪手？我不是枪手。谁是枪手？我也不知道。谁知道？到底谁知道？ 他知道，他给我们找着那件。马德林，你货不要说啊！我是正儿八经铁司机。坐。你是枪手？不是枪手，我是正儿八经的车司机。那你老实说。 谁是凶手？我不知道，他们都出卖我了嘛，我也没法说。你都说你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他们出卖我了嘛。你是司机，那你为啥不走？这个黄沙滩的车坏了，我没有办法修嘛，再无法克制了嘛。他不看不见你了，小北。看不见也没有办法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再你没有办法，哎，我这机会知道吗？ 说说吧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是车司机嘛。哎，我真的说，说说你。我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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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你怎么说我就说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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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
说不要打死我哟！侄子在这里，哇！侄子喘不上，走这里的底下还有。我把水取到羊皮，大都是模样。现在是成高期，真可惜。枪手跑了，刚才抓的人呢？这些都是小口径，可是样子都是冲锋枪打的。我把他们追了好多年。抽个烟呗，我也好几天没抽烟呗。谢谢。大爷，您干什么呢？我是剥皮子的。剥一皮子给您多少钱？啊，五块钱。我在格隆瓦这个剥皮子最快最快的人，谁走都在这个地方。他是老大，他是老二，这是小瓜娃子。他们都在剥皮子，我以前是放母鸡、放羊、放牛、放骆驼。这个草村啊，这个变成这个沙滩了，牛啊、羊啊，全是死的死了，卖的卖了，人也没吃的了，所以人也活不下去了。喂，三娘！喂，三娘！好，三娘，别叫了。小玉，把那递一下。枪手往北面走，他们肯定要过这条河。开过！
起来，起来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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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半哥，哎呀，我在这边嘛，我好几天没吃东西嘛。我告诉你们，人里没你吃的啊，这是我们省下来的，知道不知道？往里窜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没事，这里缺氧，不舒服在车外站站就行了。又流鼻血了。没事。真漂亮，就是。说过老实话，每次新生到了最后，发疯一样的想出去。见到公路上的灯，就像见到家一样。可下去没两三天，遇上了可可西里。你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意思吗？可可西里在我们藏语中是美丽的新生，美丽的少女。就是，在可可西里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，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。两年前，从北京来了一个地质学家，我送他进可可西里，是他在布克大本方跟我讲的。后来那个地质学家在可可西里失踪了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到。这里到处都是吃人的流沙。抓住谁？咋看的啊？你
大汉的人啊！大汉的人！马占令和他三个子跑了，啥时候视察的？大概五点多钟。队长，不开！老师呢？你呗。就是你呗。是什么？我怎么了？没吃住。水。没水。让我试一个呗。叫他试一下吧，怕过去哥们当过大夫。捏住。到县上上不着，那当州里面，那爹你出来的地方，没怎么打过。我呀，活得少。但我跟邓姑呢，俺从来没问过，我啥个？拿钱。
县里的，给他。不够。麦皮子，我去二金山追他们，你走花头沟进来。我呀。才来。队长，吃的没有了？能吃多少天？一两天。没弄马展林他们吃的。吃的也不多了。还剩最后一桶，现在回去。回去不可能，还能开几天？三四天，卡车可都带不上。三四天，应该就上了。走。把手铐打开。马振林，每次我找到你都是罚款，这次不罚了，让你走。那你给我真放走啊？我放你走。我走不出去，我饿了。我现在正儿八经买粮食给你们吃。油也不多，我还要抓你们的老板，我管不了你们。我走不出去。马占林，你走得出去？到二金山的话就是200多公里，到昆仑山后就是100多公里，能走出去。确实走不出去，就是你的命。大慈人，大慈人老家。
咋回事？咋不走了？报完了，机会没了。出发的时候为啥不检查？车子都开了两天了，还能修吗？你们在这等着刘董。我们走。大车。刘董能找到他们吗？但愿不要下去。南军，南军，哎，杨龙，杨龙，杨龙，倒车，倒车，倒车，南方江三万个。
冷不冷？穿个衣服。工作服。不说话，我在后头看啥？你看你那样子，跟个疯子一样。不说话，我在后头在干啥子？你想你了。想你，你就不来找我。是想起了。我以为你死了。挣钱了没有？给我记得。咋子每次来找我都这种屁事哦？冷雪，冷雪。我的钱就很好赚呀、啊，是不是拿我的钱去找其他女的？不想我一天天下次过来，要是你能够一直这样子。我要走了，我要。冷雪，冷雪。马占林他们能不能活着走出去？洛桑他们，但愿不要下雪，不要下雪，但愿不要下雪。
出去了。库藏人，你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钱也没有，人也没有，枪也没有。我的弟兄们一年没工资。县里不能解决经费问题吗？我们没有编制。队里的经费是不是特别紧张？都是我们自己解决的。那你们怎么处理缴获来的皮子？大部分上缴。你们会不会也卖一部分皮子来解决经费问题？可卖皮子是违法的。你说我该怎么写这篇报道？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好记者。我知道你记者。这可可系列就是你们记者把我获知呗。我日他可以进监狱。我知道卖皮子是犯法的，但我现在不会考虑你说的，我只考虑可可系列，考虑我的兄弟们。见过可长多的人吗？他们的手和脸脏得很，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。我卖过皮子，可我没办法。放过学生就是公路，
我们必须在他们上公路之前追上他们。你咋继续扭去？喂，子弹多不多？还有70发。你先做什么的？一学上学。上什么学？建师大。你应该去做老师啊，干这个工作有意思吧。关于你结婚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有女朋友吗？有过，来这之前刚分手。没关系，他们进可可西里，女朋友就好姑娘多得很。再找呗，是不是一心？就是。巴丁以前是干什么的？干部打兔子。你咋打兔子呢？巴丁以前在卡子上。我们一省的木泽检测站。我的队员干什么都有。刘栋以前是开出租的，奥恩当过兵，桑基从牧区来的。给。吃吧，进雪山就没吃的了。
他们能不能从山里走出来？没问题。我们要不然在这里等他们。真理，你活着出来了。就是，我们雪山里死了好多人。我的队员也在雪山走散了。他是二台队长，这是我们老板。队长抽支烟呗。我抓了你好几年，那主角谁来你们能抓的？你打了我的样子。现在大样子老板多啊。我不管。那你看好我办的。你跟我走。队长，你们那么发掉，那去了给你买个辆汽车，要不然再给你盖个租房子。我们老板好得很，他以前。闭嘴。把枪交上，人跟我走。那好，那好。把枪交给，交给了后，那么给队长交给了，那么跟上二队的后，就当巡山队员去。大的小的，啊，是大的小的，是大的小的。你妈妈，大脚把侬带上。你跟着我们军营走，再走五几条机场的路面了。